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409面，409面最后一行，这一段呢，虽然讲过，它太重要了，也太精彩了，我们把它复习一下。又小本依真因果，皆不可思议。苏超云：一为同居即极光，这一报，正报呢，说应身就是法身。因为七日成功，果为一生不退。这是莲池大师所说的净土一真因果，真正说到基础了。十方世界里面找不到啊，只有弥陀净土里的有啊。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个赞叹不过分呐。这种赞叹呢，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净土了。知道净土在大乘里面第一超生。法言法华都不能比。法言法华也是一生成佛。7天行不行？决定做不到啊！弥陀经7天成佛，这只有他有。在古上讲呢，一生不退。一切诸佛如来教化当中，这个一生不退，这是未不退啊。明心见性的菩萨，行不退了，念不退了。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即使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也是圆证三不退。于是西方净土超过了华严法华，也就是超过了华藏世界。我们没有这种认知啊，你对极乐世界没有向往之心啊，你用平常心去看它，你就错了。这一生这个机缘当面错过，你说可惜不可惜？弥陀净土里面
我们从往生传，从圣贤这个净土圣贤录啊，从近代念佛往生的人，我们细心观察，一般普通的一般需要多少时间能成就？我们看到了超过半数以上，这个可以做代表，可以做表法，可以做科学证据，3年就念成功了。黄忠昌居士30岁出头，听到我讲起，他发愿做个实验，闭关3年，看能不能成功。在深圳闭关，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他预知时至，往生了，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在最近这半个世纪当中，起头还有一些真正修行人住世，像地仙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信慈老法师、地仙老法师，真意修行的，他们的弟子也修得不错，像地老的弟子谭虚法师、净权法师，真正可以称得上天台的成人，续佛慧命啊。他们的出家在家弟子当中，念佛往生，瑞相稀有，这给我们所证明啊。应成回忆录里面就10多个人了，应不难啊，很容易，果非常非常殊胜，一切法门都不能为比，到哪里去找啊？欧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5种不可思议。第一个就是讲修因呢，横超3界，不是断惑。从现前我们人道直接就往生西方净土，这叫横超啊，不必一级一级向上提升的。从人提升到欲界天，再提升到色界天，再提升到无色界天，再提升到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叫庶出。像楼一样一层一层往上去。
啊，超越十法界，通途法门都是这个办法，所以要很长的时间，要断烦恼，才能提升。啊，烦恼不断，不能提升。唯独这个法门，不需要断惑。一品烦恼不断，也能往生，也能超越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超越了。六道轮回实在讲太苦了，还留念。那真叫迷惑到所以然处了。啊，心量要大，不能自私自利。啊，真的要有像阿弥陀佛那样的胸怀。啊，愿一切皆成佛。不但是有情众生，还包括无情，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华严经》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我们在弥陀身上看到了。啊，我看到同学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随顺别人，好似这很难的一道啊！啊，这是我们念佛修行一大进步啊！啊，不坚持自己的意思，别人怎么说好，随顺。啊，可是那个根本是我执着身是我，这个难放下了。啊，一步一步的来。啊，身不是我，身是我的工具，我要利用这个工具，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个工具是好工具啊！如果用这个工具搞贪嗔痴慢，搞名闻利养，搞五欲六尘，那这个工具不好啊！这个工具把你送到阿鼻地狱。啊，我知道它是工具，我自己要做主宰，他要听我的。啊，众生迷惑了，不知道事实真相，他就当家做主了。啊，自信、信德、智慧做不了主。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啊，我是谁呢？这个不能不清楚啊。佛在大乘教里面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我就晓得我是佛了，这个你都要承认了。我本来是佛，我为什么不去做佛呢？
啊，依照经典来生活，依照经典来思维，就是作福。啊，经典是已经回归自信的人，他们的报告啊。这个报告里头有道理，有理念，有方法，有效果，有经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帮助我们回归自信，也就是帮助我们成佛。成佛是成就究竟圆满，是成就大自在、大智慧。啊，最后用不可思议这一句话来形容。啊，不再迷途了，不再流浪了。啊，第二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基于西方恒居师徒，非有渐进。哎，这个妙了，一生一切生，生凡圣同居土，就等于生长极光净土，跟莲池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啊，同居即极光。对，莲池大师就说啊，欧益大师讲恒居四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向上提升，四徒是有啊，三陪九品不能说没有。啊，可是事实上四徒三陪九品的痕迹你都找不到。他是平等世界，他是一家人。极乐世界的菩萨，真正像兄弟姐妹，一家亲啊。啊，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啊，真正是一体，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啊，第三个不思议的，但持名号。不加禅观诸方便，啊，换一句话是，不必用任何法门来帮助，就是一句佛号。诸多法门修行，都有正足双修，啊，净宗也不例外。
欧耶大师教给我们，正修支持名号，助修还是支持名号，一句弥陀念到底，正住通通在其中，但持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无需要任何帮助。净业三福是净宗学人最高的指导原则啊，那我们专持名号，一门深入，跟净业三福有没有违背呢？实在说，净业三福字字句句都在名号之中，持名号通通具足了。你的父母希望你成就，希望你好，老师跟父母一样，也是希望你成就。一切成就当中，无上的成就，无上的圆满，是做佛啊。你今天念阿弥陀佛成佛了，不但成佛，还成阿弥陀佛。这对父母是不是尽了孝了？圆满的大孝。对老师是就近的大敬啊，尊敬老师啊，啊，所以你把净业三福是一句去念念，跟这个支持名号就对一对，就对号。句句都对上了啊，跟六合对上了，跟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全对上了啊，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对上了，你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那第四，一切为期，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啊，这就是莲池大师所说的因为七日成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啊，一般这个习气比较重一点的，啊，这个勤奋稍微差一点的，三年成功。如果勇猛精进，那就是一日到七日就成功。啊，第五，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宜持一切佛名。这一句很重要啊，不必再学这个学那个了。念念阿弥陀佛，等于说，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通通念到了，
一个都不漏。啊，念这一句佛号，没有一尊佛不大声欢喜。啊，为什么？佛心相同，佛心都在嘱咐你，期望你，希望你赶快成佛。那你走这个路子才快了。哪一尊佛不欢喜呢？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一切诸佛护念你，道理在此地。一切龙天善神拥护你。啊，你真把这句佛号念好了，对你自己来讲，百病不生。你生的是什么呢？生的是欢喜，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啊，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弥陀威神加持，弥陀佛光加持你。啊，十二光明。就是佛光的十二种功德，这是阿弥陀佛慧于真舍之力，这一点都不假了。啊，会是给我们呢？啊，给我们真实的利益。持戒导师大愿行之所成就，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这个力是给我、给你、给他、给一切众生。啊，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平等的供养啊！啊，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从哪里来的？功德从哪里来的？是弥陀在因地初发因比丘的身份，以后提升菩萨的身份，发大愿大行啊，四十八愿是大愿，无界修行是大行。这么长的时间，真干了。已经养成了习惯，无界的时间不养成习惯了，丝毫欠缺都没有，愿大圆满，行大圆满，啊，自然感得的。智慧光明无量功德了，这是自然感得的，不是有心去求的。啊，又曰，这底下这句话重要了。行人信愿持名，行人是修行人，
我们现在在修这个法门，我们是不是真修？真修的样子是什么？真修的样子像阿弥陀佛。啊，决定看不到浮躁，决定没有妄念。我还有妄念，我还有浮躁的习气。我没修啊，没修得好啊，不像啊。啊，随行人对净宗、对弥陀、对极乐世界。信心的程度，发愿的程度，修行的程度，这持名，是不是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都不间断？是不是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了？我们要时时刻刻从这里去反省的，别管别人的，管自己啊。啊，别人能不能成就与我无关呢？最重要是自己成就，才真正能像佛一样帮助别人。啊，自己还有情绪，还有情执，啊，还有烦恼习气，这不行啊。这你念佛功夫不得力，念佛功夫得力是什么呢？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念掉了，啊，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都没有了，都把它念掉了，啊，这就叫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功夫有前身不等，啊，有事业心，有理业心。理业心开悟了，事业心得定了，没有得定也没有开悟，嗯，功夫还有一点力量，能把烦恼习气扶住。这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很浅的一心不乱啊，少分事业心是多分，理业心是圆满啊，那我们分三途你就明白了。圆满的一心不乱生十宝图。多份的一心不乱生方便图。少份的像功夫成片少份的生凡圣同居图。我们在这个世界应当全心全力一心一意争取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得不到啊，还能得到一个方便有余土，肯定得到。
那就不错了，你是真念佛人。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有方向，有目标啊，方向是西方极乐世界，目标是清净弥陀。回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在十报土居住时间长短，不是一定。有人用功勇猛精进，他很快就契入常寂光了，他就毕业了，究竟圆满了。啊，不能像这些人勇猛精进，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会退的。啊，进步，啊，缓缓的进步，最长的时间，佛陀说了，三大阿僧祇劫，在十宝土啊，最长的时间，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是初住菩萨，啊，毕业了是妙觉佛果，妙觉佛果就回归常寂光了。啊，最长的时间，三大阿僧祇劫。啊，最短的时间，那就像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人家就到常寂光去了。啊，所以下面这一句重要了，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真心真愿，一句佛号报出，日夜不间断，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都变成你自己的了。为什么？你跟阿弥陀佛合成一体了。这种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哪里？十报庄严土上辈往生，这肯定的吧？这个事情我们能办得到啊？不是办不到啊，要下狠心把这个世界丢掉啊！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记住金刚，所以金刚经好啊！中国的佛教，无论在家出家的弟子，没有不读金刚经的。啊，《金刚经》教给我们看破放下，彻底看破，统统放下。不可思议，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佛法，所以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些法，要舍，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年轻，有志，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些法你需要。啊，你需要学习。年岁大了，在中国过去讲说50以上就不能学了。50以上目标要定在什么？定在自己成就。啊，帮助别人是附带的，随缘。自己不成就，怎么能帮助别人？一天到晚忙着帮助别人，自己修行忘掉了，错了，大错特错。你还是继续搞轮回。如果你帮助的那些人当中有一个两个成佛了，你将来在菩提道上迷失方向，他回来救你。如果你帮助那些人都没有成就，换句话说，将来你遭了难，没人帮助你，没人救你，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啊，所以你说自度重要还是度人重要呢？没有修行正果的，自度重要。这个果是什么？小乘是阿罗汉，大乘是圆教初住菩萨。别叫初地菩萨，这叫自度了。没有到这个地位，不是自度啊。我们自己要清楚啊。前面十乘观法里头，我们学过知为次。我们是在哪个地位？是在哪一个等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净宗的学人往生，算是自度了。虽然是在凡圣同居图，也自度了。为什么呢？他决定不会堕落到十法界。更不可能堕落到六道轮回，这叫自度啊！啊，同居图里面下下品往生的这些人，见了阿弥陀佛，都有能力道驾慈航，到哪里啊？到十方世界。十方世界都有跟我们有缘的人，他有感，我们就会有应。啊，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应以佛身度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度就现菩萨身，什么身都能现。什么样的法都能讲，
没有障碍呀、啊。啊，你的神通德相跟阿弥陀佛相似啊。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这个佛是阿弥陀佛。我们努力一下就做到了。啊，但是你要真肯放下。你不肯放下，就没有这个感应。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身不是我，起心动念胡思乱想，这个也不是我，都得放下，世界放下啊，生活在这个世间还有身体呢，随缘，一切都随缘。好啊，我在1977年啊，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讲经啊，那个时候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啊，也就算出国了。啊，香港我们佛门的这一些诸善长老大德都认识了。我在香港住4个月。啊，东北的西城法师。大我几岁。啊，大概大我5、6岁的样子，不太多。我们也非常要好。啊，他是香港佛教是青年一般的领袖啊。我曾经跟他谈起，这是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提出来的。我们年轻读的这些注解都非常感动。他说，佛教真正要兴旺起来，必须要实行托钵制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托钵，我就跟喜成法师说，我说你怎么样，有没有意思，如果我们有志一同，你带头我跟进，我们不要多，我们找5个人，五比丘，释迦牟尼佛五比丘创教，今天我们五比丘可以新教。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很辛苦，都是住在树下。我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体力，但是我们可以住小帐篷，一个人一个帐篷，小帐篷，像童子军露营的帐篷。
啊，我们可以过这个生活。啊，除了托钵之外，啊，我们念佛、打坐、讲经、教学，那五个人轮流讲嘛，一个讲四个听嘛。他对我的建议非常感兴趣。啊，第一次我到香港签证是四个月，四个月时间到了，我回到台湾，我等待你的消息。结果以后消息没有了。啊，可见的，志同道合的人真难找啊，真不容易啊。啊，我觉得姜伟农居士的提议是正确的。非常有道理，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真放得下了。啊，在印度三衣一钵够了，但是香港地区属于亚热带温带地区。必须要有四季的衣裳啊！我们需不需要？这四季不需要。天冷的时候会有人送衣服来，不必去想这些。那五个人排成一个小队，每一天到市区里面去托钵，个个都认识你们。啊，冬天看你们冷了，一定是给你们补充衣服。啊，什么都不要去想啊，啊，只想阿弥陀佛就好了。下面要解所云，信愿持名呢，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正是红线里面，中红线，啊，红线当中的红线，这一句话讲得太好了。没人说过啊！啊，欧耶大师说出来了，啊，太难得了，千真万确的事实，绝不是假话。啊，我们有能力，啊，也就是佛在经典上常说的，至心一处，无私不办。我们把心置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上，就能够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功德。啊，如果你还有妄念夹进去，那就全破坏了。不要多，一个妄念进去，全破坏了。啊，这就古人有比喻啊。醍醐，佛法里面比喻醍醐说天然的饮料啊，最好的饮料啊，这一杯醍醐放一滴毒药进去，这个醍醐全变成毒药了啊。有同学从网络上下载的信息，
我今天早晨看了，日本的核辐射现在演成非常严重，日本首相自己承认了。啊，真的疾患是受影响的到北半球。美国、加拿大测到了，啊，核辐射；欧洲测到了，中国沿海几个省都测到了。随风漂流啊，啊，好在呢，它不是很严重，啊，飘在外面的这量少嘛，哎，但是真正受害的是日本本国，啊。报道里面说，东京，就是东京这个城市，可能有12万人因核辐射而罹患癌症。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听说日本有50多座核能发电厂，就等于是50多颗核子弹。如果有半数出了问题，那个麻烦可就大了。可不可能？有可能。几个大地震，灾难立刻就发生。啊，这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灾难，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在先前这个世界，我们读这部经，感触很深很深。啊，大宇宙里面有这么好的一个一点，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也。弥陀以及极乐世界全体的居民都欢迎我们往生。啊，现在的话叫移民呢，啊，都欢迎。我们想想，要不要去？啊，不但欢迎我们，他欢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啊，这个有缘众生能信、能解、能愿、能行，有缘众生啊，近代印光大师赞叹此书曰：“这个此书就是要解，欧耶大师的要解，啊。”印光大师赞叹的话，理事过真契机啊，无论是讲理讲事，都讲到登峰造极啊。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
啊，释迦牟尼佛说了《弥陀经》，给《弥陀经》做注解。印光大师称赞，偶业大师这个注解是第一节。纵令古佛再出于世，重著此经，亦不能高出其上。印光大师是什么人？他的身份露了，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这个注解这样赞叹。那么偶益大师是什么人？就可想而知了。偶益大师的身份没铺路，那我们得猜想，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为什么呢？别人住不出来啊。不思议光中，全摄阿弥陀如来不可思议功德，故名不思议光。这一句做总结，啊，阿弥陀佛的智慧、神通、道理、大愿、大显、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不思议光中。啊，我们念佛的人要有大智大愿，啊，要老实，要听话，要真干，深深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无量功德，成自己的功德。啊，这是无量寿经上三种真实体现的。真实之己，从体上讲的；真实智慧，从相上讲的；真实利益，是从受用上讲的。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往看第一下一段。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善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我们看念老注解右段，啊，右面我们所念的这一段是本品第四，光明遍照品第四段，迷显啊，显弥陀光明妙用的殊胜，
是为第十四啊，四十八愿的第十四愿，出广安乐愿的成就。啊，光明妙用啊，如此的殊胜，这是果啊。因是什么？从哪来的呢？说出来了，是四十八愿的第十四愿。成就都是自然的，没有丝毫意思在里头，纯属自然。啊，好像现在人讲的反应，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啊，应是反应，应里头没有任何意思，没有起心动念。啊，第一句是说的普照十方啊，如是光明，这个如是光明是讲前面十二光，十二种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在其中，下面呢这一段呢是讲你遇到这个光所得的利益，这就是慧于真实之力啊，欲是光者苟灭善尘，你的染污消失了，减轻了，你的善根生起来了，你的善心善意也出现了，啊，身意柔软，身是身体，啊，意是意念，啊，不像从前那么浮躁了，啊，浮躁啊变成柔软了，这都很明显呐，啊，粗光善身呐。那么在三途的众生呢，他得到解脱了。若在三途疾苦之处，疾苦之处是指地狱。啊，见此光明，你见到佛光了。啊，这些受苦的众生皆得休息，佛光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苦暂息暂停，啊，再有人把佛光送过去啊，我们可以跟他做增上缘，念佛的时候有佛光，啊，可是他会念，不会念的
就没这个效果。啊，怎么个念法呢？大势至菩萨教给我的，不能忘掉。都是六根精念相继。啊，符合这个标准念佛。念念都放光明。啊，用这个光明回向给三恶道的众生。他们就见到光明，就见光。见光，他们的痛苦暂时停止。啊，命中皆得解脱，三恶道都有寿命，阿鼻地狱也有寿命。啊，这个寿命是什么？就像人间犯了罪，啊，进监牢狱判刑，判的时间不一样，那就是他寿命啊，啊，刑期到了，满了，他就出来了。啊，对命中皆得解脱。啊，他曾经受过佛光的沐浴啊，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啊，很多是念佛人、修行人，临终堕地狱了。为什么呢？临命终时那一刹那，他迷惑了，嗔恨心升起来了，这就堕落了。所以学佛的人常常出逆境有好处，常常遇到恶人都帮助他修行，逆境恶人你都能够忍受，你都能够随顺，临命终时往生有把握。你养成这个习惯，什么样的羞辱我都能忍受，一笑了之。啊，心上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不要计较。啊，他无论用什么心态对我，我对他恭敬。我看他是一尊佛，他本来是佛，他现在迷惑颠倒。做错这个事情，他要是清醒的话，他不会做出这个事情出来。啊，要能体谅他，啊，没有一丝毫怀恨，啊，还有感恩，我们自己是大幅度向上提升。啊，如果他对待我这个态度，我心里难过不高兴，我就下降。是生是降，是善是恶，都在自己一念之间，与外面境界不相干。这个道理啊，你要懂啊，这个道理很深呐。啊，人家修行成就怎么成就的？就在这一念之间，它是善念。啊，他能够恒顺众生，啊，他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啊，听从别人，不跟人相争，这个境界就升上去了。如果不服气，一定要跟他争个理，你下降。这口气是出了，但是自己到三途六道去了。
错了。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何必跟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天下确实是无私，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能不读啊！你要把事读明白了，你这善财为什么一生成佛？样样能忍，样样能顺，真了不起啊！善缘，顺境能忍，不生欢喜；恶缘逆境能忍，不生嗔恚心。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他都保持着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生智慧，不生烦恼，完全是智慧解决问题。无论对善人对恶人，真恭敬啊，真供养啊，真忏悔啊，行善赞叹，行不善不说，不说话，看到不善的不说话。这叫称赞如来。做的是好事，对自己、对他自己有好处，对众生有好处，赞叹；对自己不好，对众生不好，不说话，不批评。像李世民所说的，道场好与不好都不可以说。他讲的那个跟经典上讲的相应啊，跟十大愿望相应啊。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好了，千万别说。对的，应当学。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病从口入。这个喜欢吃，那个不喜欢吃，挑挑剔剔，吃出一身病来。祸从口出，那就随便批评人。你批评的时候是无意，人家听了有心，记恨在心，将来找机会来报复。你还不知道怨从哪里结的。所以学者绝不批评别人过失。要回避一切嫉妒障碍。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个地方人看到菩萨讨厌，菩萨就赶紧走了。为什么呢？让他生欢喜心。这真正慈悲呀！什么时候他欢喜的时候，什么时候再来；不欢喜的时候离开。大乘经教里头教导我们的，学了要会用啊。
这就是有智慧，知道进退。啊，什么时候可以进，什么时候要退了。啊，我们一生自己没道场。一生是随缘。哪个地方有缘邀请，我们就拿到哪里去讲解。啊，在国外都有时间限制，是签证上的限制。时间到了就得离开。欢欢喜喜。啊，下一次再有缘再来。啊，有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去了七八次。啊，印度尼西亚我去了十一次。我只知道去次数很多，不晓得多少次数。啊，这上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十一次。看看护照里的签证，果然是十一次。啊，所以总是要跟众生呢和睦相处。啊，他不尊重我，我尊重他。啊，他不喜欢我，我喜欢他。我们的心呢，天天欢喜，天天欢乐。啊，没有不欢喜的。啊，他回报我，我欢喜他。他陷害我，我也欢喜。你要问为什么？他替我消业障，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哎呀，没有业障呢，没有业障的时候叫冤枉。你能够忍受冤枉，那功德更大。啊，大幅度向上提升，他帮助我的呀，我怎么能不感谢他呢？啊，所以你要明理。啊，看事绝不是看现前，要看前后。啊，要看过去，看现在，看未来。你就不会冲动。感情冲动是非常可怕，那是痴啊，痴迷啊，啊，感情冲动啊，啊，人有理性，他心是清净的，心是定的，啊，心像止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如如不动。啊，小小的风波就叫你啊动起来了，你经不起考验，你没有一点点定力，怎么会成就呢？啊，佛法修行的枢纽在禅定。持戒是方便的，啊，因戒得定，啊，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三昧耶，八万四千三昧耶，不得三昧，你就什么都没修成，啊，得三昧之后，就开智慧。啊，三昧得到，不开智慧，你肯定倒退了。为什么呢？得三昧的时候你骄傲了，你瞧不起人了。啊，认为别人不如你，
供告我慢念头生起来，那你就错了了。这种人有啊，有持戒，戒持得不错，瞧不起人，认为别人没有持戒不如他，看到别人就批评人，这就错了。持戒的目的是得清净心你这个戒持样子是不错，可是看到不持戒的人你就不高兴了，这是你一点功夫都没得到。戒是持了，不起作用。修定开慧眼，亦复如是。所以古人讲得好。孤身显现，诸佛菩萨，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心永远是清净的，不受外头境界干扰，不为外面境界所动，这叫真功夫真功夫里面有真智慧经文里面岂有众生欲思光者，这是有缘人，表佛光虽普照十方，无边无碍，但以众生根性不同，其根相缘劣者，欲如覆盆却照啊！他得不到理啊！佛光虽然普照十方，无边无碍。可是众生根下下根人缘劣，遇的缘也不是很好，这就好比是覆盆却照，比如阳光普照他的他用一个盆子把盆底朝天放在那一块，这一块太阳照不到，他不让佛光助照也就是说他拒绝，他不接受，这是根下缘劣拒绝佛法，拒绝正教月光虽变，但人覆盆于顶，则不见光明光照不到你，你把个盆顶在头上或者是你打一把伞不让他照你在这里建一个亭子，你在亭子里面让亭子遮蔽了日光，这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若有机缘遇思光者，则必获如下之光矣。像这个经上讲的
这些好处啊，你都能得到啊。语言是真不一样啊，这是众生呢根性不相同啊。我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是刚愎自用啊，狂妄无知啊。成见很深的，自以为是啊！能把我说服的人不多，我的歪理论很多喜欢跟人抬杠子啊，无理，强词夺理。啊，也要把别人说的答不出来。啊，好胜。啊，不是心目当中真正佩服的人，我不可能听他的。啊，所以我到台湾很年轻的，二十二岁到台湾，啊，26岁认识方东美先生。啊，那是当代世界知名的哲学家。非常佩服啊。要不是他把佛教介绍给我，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太可能。这是语言呢、啊，啊，方老师把佛教介绍，我提出一些疑问，他统统能给我解答，不能不服啊！啊，而且我们走的这个路子是哲学，不是宗教。啊，他给我上这堂课，佛经哲学。第一句话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后头坠了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才把过去对于宗教啊，尤其对于佛教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以前从来不进寺庙的，现在老师告诉我，佛经哲学现在寺庙里头没有了。这为什么呢？没人学了，也没人教了，不像过去，过去这些寺院丛林啊，那些出家人真正都是学者专家，大哲学家啊，现在没有，他不学了。
啊，那我们要学习佛经哲学到哪里去了？到经典当中学，经典在啊，指出这一条路。所以以后我们常跑寺庙，跑寺庙干什么？寺庙有藏经，这些经书外面买不到。啊，到寺庙里面可以看到经书。啊，老师指定哪些书要读的，我们就去抄。啊，把这些书从藏经里面查出来，来抄。啊，我记得长长短短，我还抄了十几部。啊，所以今天佛教最大的困难在哪里？没人认识啊。佛教本来面目没人知道啊。啊，就学错了。以后认识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指导我，单身一个人在台湾，没有家庭，没有眷属，没有牵挂了，没忧虑，就劝我出家，啊，我也就接受了，啊，这个老人太好了，跟方老师一样，非常慈悲。啊，对我也非常照顾。啊，我们每个星期见一次面，两个小时。啊，我佛教的根底，张家大师奠定的。啊，入门，方东梅先生介绍入门。啊，成就那是跟李老师十年，啊，跟他的时间最长，啊，工作辞掉了，专心来学习，啊，十年，啊，我跟他在一起，跟老师一年三个月，出家的缘成熟了，出家了。出家之后，再回到台中，住满十年。啊，没有恒心，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是一事无成。事出世间法，无论干哪一行。方向不能错，目标不能错，啊，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决定有成就。啊，我这是得力于老师的教导。啊，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啊，没有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师劝我学佛，我想不太可能。啊，没有张家大师，我在佛法的根扎不住。啊，没有李老师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熏修，啊，这个教入不进去，啊，深入经藏啊，啊，这有好老师指导啊，啊，这个就是师生的缘深。啊，老师常说，学生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可遇不可求。
老师找一个学生想传道给他的话更难，比学生找老师还要困难。所以根跟源这两个字是决定的因素。故有欲缘与不欲者，若有机缘欲思光者，则彼或如下之光矣。这个利益了，我们就遇到了垢灭的第一个烦恼轻了，菩提长啊，这是头一个你得到的利益。未以为三垢消灭，三垢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的念头你肯定有，你遇到了佛光，遇到了圣贤教诲，你就会把贪嗔痴把它范围住了，控制住了啊。它虽然有，它有限度，不能超越这个限度啊。那么这个范围随着你自己修行境界的提升，它慢慢缩小啊，到贪嗔痴完全化掉了，融化掉了，恭喜你，你真的阿罗汉了。啊，那就说垢灭了。啊，贪嗔痴没有了。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小圣。啊，也就是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清净得到了，真正得到清净心啊，清净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啊，没有我啊，我与我所都没有这是得利益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善生摄住毗婆沙论语，善根者不贪不会，就是不嗔不痴，一切善法从此三生。这三个根生了，如果从根本烦恼上说啊，根本烦恼是六个法相中讲的，贪嗔痴后面有傲慢，有慢，有疑啊，这个疑是对圣教的怀疑啊，有误解啊，有很多错误的看法，对，统统没有了。那个恶见呢，就是见解上的烦恼啊，见惑、贪嗔痴慢疑，这个五种是思惑，思想上的错误。见思烦恼统统都断了，证阿罗汉果啊，经体上的清净心得到了。真正得到清净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他不是凡圣同居土，因为他不是凡人啊，阿罗汉是圣人，不是凡人。啊，所以他善根呢，决定生了。善根生了，
不贪不嗔不痴啊，对于圣贤教诲不怀疑，没有嫉妒傲慢，能生一切善法了啊！那你真正是个善人呐、啊！佛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标准是这个。啊，这是真正的标准。啊，佛菩萨的标准。啊，人天的标准呢，是十善业道。啊，所以初学佛要从十善业道开始，从十善业道慢慢向上提升。有制度论三十，制度论有一百卷，第三十卷里面，一切善法皆从三善生增长，就是三善根，从三善根生，从三善根增长。这个三善根重要啊，要常常想到我有没有贪心，还有没有嗔恚，还有没有愚痴，智慧不开就是愚痴。看经看不懂，听经听不懂，都是愚痴啊！啊，愚痴没法子破，一定要用智慧。啊，对治贪婪可以用持戒，持戒能破你贪心，修定能破你嗔恚心。啊，开智慧才能破你的痴心。啊，所以六度里头，布施对付贪的，忍辱对付嗔恨的，般若对付愚痴的啊，勤修三学六度啊，破三毒啊，成就三善根啊，没有戒定慧三学，菩萨六波罗蜜。这三毒很不容易断掉，那换句话说，三善根很不容易成就，是灭狗灭则善生啊，它是相对的，狗是烦恼，是习气，是染污。那这个东西除掉了，三善根自然就生长了，就起来了。那又为喜，为善根善心生也。善心以惭愧之而发，与无贪等三根为善之自性，与之相应而生起一切心所，都叫
名曰善行。善行的意思更广啊，但是佛教里头是有标准的，不是含糊笼统说的啊。善行里头是有条件的啊，从哪个法开始呢？从惭愧。惭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良心，你还有良心，你的天良未泯呢。惭是什么？支持啊。啊，愧是什么呢？愧是外面别人的责备你，你做了坏不善的事情，别人批评你责备你啊，这叫羞愧啊。换一句话说，惭是对不起自己良心，愧是做错事情对不起大众是善行。人有惭愧，他就能改过自新；人要没有惭愧，那就没法子了。啊，没有羞耻心，就是没有惭。人家怎么批评不在乎，啊，根本无所谓。不怕别人的批评啊，不怕舆论的指责，他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啊。有惭有愧，做错事情纵然没有人指责，良心责备啊，外面舆论指责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见人。这种人家良心未泯啊，有惭愧，再加上三善根，这是善的自性。一切法的话，都从这一切善法。都从这里生，所以与之相应而起的一切心，心所啊，心是八个心，所以叫一切啊，阿赖耶、摩那、意识，前面眼耳鼻舌身，八识啊，叫八心王啊。与八心王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统统善，没有一样不善，所以叫善心呐。啊，那么现在就阿弥陀佛本愿在此尽宗之真实信心你对净土有真实的信心你是善心当中的善心，没有比这个更善了。你能信无量寿经，你能信四十八愿，你能信阿弥陀佛，你能信极乐世界，
你能信念佛往生成佛，这还得了啊？这是无量劫来呀，你成佛的机会到了。你这一生可以证得大圆满啊，这个缘分多难得啊！今天我们缘分有了，问题是自己的根性啊。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三样东西，善根福德因缘，因缘我们具足了，一点都不缺了啊。遇到无量寿经汇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因缘不缺了，具足了。那善根是什么呢？善根是你能不能相信，你能不能理解啊？善根是信解啊。福德呢？福德是修行，你肯不肯依照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去修行啊？你要是真能这样做，你是大福报。啊，世出世间没有任何福报能比这个福报大。啊，地位，你是妙居佛国。啊，世间人讲财富，你的财富是诚信。因为你真的自信，自信里头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就是圆满的福报，你全得到了。啊，阿弥陀佛，自信功德成就的极乐世界。一切诸佛都不能跟他相比啊！那人间天上就更不必说了，第六天王、欲界天顶的大梵天王、初禅天的摩西首罗天王是第四禅的啊，这个是娑婆世界地位最高的了，摩西首罗天王见到佛都称弟子啊，都是对佛顶礼三拜，右绕三匝。你想你是什么地位？哦，时间到了，我都不晓得了，我没有看到。好，那我们就学到这里。